是一件荷兰私人珍藏的尤物，状似盛开的莲花，浅湖碧，通体是淡天青色釉，釉如凝脂，翠色欲滴，全身布满冰裂丝纹，韵味十足。底见三个芝麻花细小枝钉，慈禧造型典雅圆润，线条温柔婉约，高雅清丽，形制小巧朴雅，隽永含蓄，沉于岸，别具清雅之趣，始于嫁，极具君子之风。慈禧以十二连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，不仅诠释佛之坦然宁静，还昭示其莲花出泥不染的习性，寓意东方道德君子廉洁自律的人生品格。